2月8日，郭麒麟26岁生日，郭德纲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儿子生日快乐，并透露自己给他买了一件蟒袍当生日礼物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这件蟒袍上面绣着金龙，领口和裙摆还有许多吉祥如意的花纹，做工精致，龙图案栩栩如生，金光闪闪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暗红色的布料也很能衬托人的气色，郭德纲着实是用心了。据悉，郭德纲本人非常喜欢蟒袍，之前也都是他的弟子们给他送蟒袍，去年是烧饼，今年是孟鹤堂。1月18日，孟鹤堂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给郭德纲庆生，表示师父对他新年的期盼就是龙马春风，他对师父的栽培无以为报，就给郭德纲买了一件蟒袍。郭德纲曾在节目中透露和蟒袍的渊源，他透露因为自己很喜欢蟒袍，所以弟子们在说要给他送什么的时候，他都会开玩笑的说送蟒袍，还曾向郭麒麟要蟒袍。这次他给郭麒麟买的蟒袍，想来也是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了。父子俩关系极好，也期待郭麒麟给爸爸送的蟒袍。